对吗？但他的头发特别长。赶快啊，各位老板啊！杨老师在，就等爱心呢，等爱心，等爱心。对，你爱心都没点，你还看，你还想看到杨老师？我们现在人少，50个人啊，我们先破3000，好吧？嗯。先破3000，等一下人多了，先挣，挣那个啊。多不多？好，这边800了啊，这边800了啊。今天模特颜值高。对。对。杨康怎么在说报警？没事，别的事情啊，跟他们开会呢。就我一个人点赞吗？怎么站都上不去？对呀、啊，各位老板，就他一个人点吗？各位老板，长按右下角啊，按16位老板，我来了啊！快点，我们这边50多位老板了，我们那边跟他 PK 一下啊！你们不会点吗？哎，我教你。这模特像我朋友，好不好？像你朋友啊？哦，不是朋友，是女朋友吗？你哪里的呀？你这搞的这么远？连名字都不知道。对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啊，先锋短话，好的，可以啊。老板爱心先破3000好不好？我们还差2000，来，好，还差2000啊。你在我们的右下角，这里是不是有个大拇指？对吗？按住这个大拇指就行了，长按这个大拇指。对，左上角不再领取一下啊，好不好？爱心先破3000，长按这个大拇指，咱都不墨迹，好吧？站到了，先破3000，我们每天都是10000开减啊。看得到的啊，你看，长按这个大拇指就能点赞啊，不需要你一下一下的点。什么情况，老板？站点起来啊，点呢？你们还不愿意动手吗？是不是？你们看又想看，不出嘛又不想出。咱。直播间，你对我好一点嘛。老杨在等赞，等各位老板的赞啊，赞到了我就叫他啊。每天都是动一动发财的小手啊。对，先把爱心点3000，先破3000，我们人少是不是？快，32位老板，一个人点100下。等一下人多了，我们再破10000，好吧？先破3000，有点动力是吧？是啊。我看他这站都不点，我杨老师我也不想叫他了。对，咱大家都相互支持一下啊。你对我好一点，我也对你好一点。你敷衍我，我也敷衍你。每天咱们这个，咱每天咱都是拿个 C 位，在最好的位置，是不是？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好的，方中，感谢啊，你一直在点。对，我们马上2000了，得先破3000。会分享一下那个啥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。来，我也分享一下。各位老板，还差9000啊！各位老板，我们2300了啊！啊，各位老板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！老板们，我们早点点上去，我们早点减好不好？跑这么晚？怎么了？这两个人点赞了，飘了2下，啊，飘了3下，继续啊！点完我们早点减完我们早点下班。你们早点睡觉。没有卡，刚才分享了一下直播间啊，通知了一下我们老学员，老学员每天都说直播都在复习呢。每次头发都剪完了，这样都没剪到。老学员学过的都会懂啊，来直播间一看，哦，这怎么剪的？什么刘海？什么堆积？什么底座？因为没有数据，它不好播。怎么组合的？那播着播着越来越不好播，那你们看都看不懂，是不是？你们都没机会。还卡不卡？对吗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好好珍惜。还卡不卡？啊。快，26位老板。
动一动，你们放在手手啊，点一点啊。老板，你们瞌睡吗？不用，你先按了。只有声音。能现在能看？你现在能看到吗？能看到模特吗？你不给我们个面子，你要给模特个面子。模特这么好看。到时候分下去吧，我拿着来。分啥区？嗯，给老板分分区。爱心点到了。先破三千。对。那多少了？点到我都没动你，说真的。哦。我动你一点都没有。对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左上角福袋领取一下啊！左上角钻石抽取一下啊！啊，你们在后面偷偷的看，我觉得这样不道德。左上角福袋领取一下啊！咱们要看，咱们播就好好的播，咱们玩就好好的玩，咱们上班就好好的上班，是不是？做一件事情不要三心二意的，你们好不好？好，老板，欠我啊！各位老板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！每个老板动一动手，我们早就开始点了、嗯、啊！你们硬要拖这么久，反正我也没关系，我明天下午上班。好吧，各位老板，熬得过谁？看谁熬得过谁。嗯，好，我们这边那个啊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各位老板。我们这到三千了啊，反正一万是开减啊，一万和杨老师开减。是不是？对。点到一万，给你们分享一下，这个颜值很高的模特应该怎么剪？怎么样？你们有很多老板，我觉得，各位老板可以说啊，你们看到这种高颜值的模特不会剪头发。对。肯定是不会剪头发。好了，61位老板，是啊，我们破一万啊，爱心破一万，叫杨老师，叫老师开剪啊。肯定是不知道怎么剪的。我老板一星期了，别停啊，长按右下角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冲一波好不好？93位老板，一个人点100下，59万了。哟，你的这么多吗？快了吗？快，上升这么快吗？冲一下，好不好？手起刀落，小白你来了。老板还看不看了？还看不看了？那爱心上不去。7月份你来吗？7月23号。是不是？发哥。感谢啊！感谢关注啊！快！老板，我们人少，人少先破一万，好吧？人少先破一万，好吧？你们知道，我们点我都能看到头像的。10万人点我能。对，过了三千了，我们先点三千，然后一万开减啊，一万开减啊，一万开减。五个了。对，咱都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好吧？对，还差8000啊。一万，然后我叫杨老师啊。我相信很简单，一万的爱心一点都不难，一个人点100下，就有8万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就是有的老板在偷懒，老是让那几个很想学习的那几个人就在里边，啊，不要摸鱼啊、哦！你上班也摸鱼，你学习也摸鱼，这辈子就摸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到头来还觉得，哎呀，钱也没赚到，玩嘛也能玩，是不是？老板状态拿出来啊！是的。点赞的状态拿出来啊！对，等一下我们裁剪也快。好，现在只有3位老板在这里点了，只需要你们长按右下角摁住就行了啊！你长按右下角那个大拇指。好，我马上4000了啊！马上4000啊！看，刘备都4000了。PK 一下。咱们3000都没。PK 一下。PK 啊，谁先到10000看看？对。看谁先到10000。谁先到1万啊？各位老板，今天有没有想抽剪刀的？有没有想抽剪刀的？有没有想抽剪刀的？可以啊。今天直播间还会抽取那个直播间会抽取一位啊，这个直播间会抽取一位啊。哎，是昨天是啥？前天呢？哎，老板，然后9个技术点都回答出来了啊，出了一把剪刀。好，3800，给我老板，感谢，给我老板，好，3800了，你们3900，4000，哦，这么快，嗯，
可以了。老板，你看我们这边人多些，能不能超过他们？主编于爱心啊。爱心越多。一万开减啊，一万开减。啥时候到一万了？啥时候叫杨老师啊？对，还差六千啊。杨老师就在隔壁啊。你们听到声音没有？老杨就在隔壁。快，努努力。我们有空就会给你们播，对吗？我们也没有时间吧？是不是？老板，马上十二点了。就，我们就想要这么一点点的爱心，你们都不愿意付出。那后面我们肯定也不会愿意付出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模特挺漂亮。我们要么就播一天，休三天，是吧？是的啊。介绍一下有什么优惠活动？曹龙啊，点个关注啊，好不好？咱们先不聊。老板破一万啊！破一万爱心开奖啊！先不聊这些什么活动不活动啊，先把爱心点一点。我找个凳子，我找个凳子坐一下。你先看直播，你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些游戏，好吧？是很少没有用。你觉得能够帮助到你？杨老师在那边啊。破一万我就杨老师啊！破一万我就杨老师啊！对。各位老板，状态能不能拿出来一下？啊？算了，你们不点就不点了吧。快，我一万再叫人。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辛苦了。辛苦了啊！再努力，再冲一冲，47万，老板。好不好？我们再冲，马上到一万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快就点上去了。我们剪头发也很快的，每次等你们点赞要等很久很久，半个小时40分钟。我们剪头发20分钟30分钟就剪完了。我们不直播的话5分钟就剪完了。对，剪短啊。是不是？经常来看的老粉都知道的啊。我们剪头发主打的是快，有结果，没干好，对吗？一万爱心开剪啊！一万爱心开剪啊！是的。你这边怎么拉了？4000了哦，超过你了。嗯，6000了啊！今天晚上我要赢了。老板，能不能 PK 一下？老板，给。能不能超过他们，老板？晚上。对，各位老板，能不能超过他们？好吧，我们这边点的比较快的啊。嗯。晚上我可以随便点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老板，看你们的了啊！快，快点啊！6300了啊！4300了啊！盖过隔壁的。每次都让隔壁的超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今天翻盘了啊！嗯，今天必须要翻盘。今天对，老板超过他们快。主要是老板超过他们快，超过他们，超过他们。直播间里面老板今天很给力。4500，我们超过他们啊，分分钟钟的啊，分分钟钟的超过他们啊。好，长按对，分分钟钟好了啊，分分钟的超他们啊。只需要感谢各位老板啊，按住就行了啊。好，我4600了啊。来，各位老板，各位新来的老板，我再教一下你们怎么去按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超过他啊。好，我先打开、这个。咱的直播间每天都没有输过，是吧？我先打开这个。今天等赞，林夕等赞，先破一万爱心啊，林夕。我有1000万，我就投一。你看，打开了啊。这个是我们的直播间，是不是？长按右下角就好了。看见没有？这里是不是有个大拇指？是不是有个大拇指？摁住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摁住它就行了，是不是很快？点赞很快，你们一边看，老板还差5000啊，摁住这里就好了，对吗？还差5000啊，老板。7400，感谢各位老板，是不是很快？是不是会飘头像？所以你们每个人点赞，我都能看到你们的头像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偷懒，有人点，我心里都清楚得很。啊，对，老板，咱别墨迹了，是吧？一万爱心，我就杨老师，咱都爱心都没有，每天上一天班了，这么辛苦了，是吧？咱等一下看完，直接早点睡，是吧？我们也要做一做数据。好，5000多了啊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感谢老板，就是这样的，对。对，8300了。快点，我要超过他啊！我们赶上他啊！是不是？你们
就是在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。对，我们这边今天赢了这个直播间，直接送一把剪刀给各位老板啊。在直播间，等一下看哪位老板会中奖啊。直播间给你们解决掉，是吧？实在解决不了的，你再手把手，对吗？给你纠正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马上6000啊。能够在直播间学到的，就在直播间学吧。实在在直播间学不会的，想了解更多的、更核心的，哎，你这个时候你再来，我看多少赞了啊？手把手的探讨一下，对吗？分享一下，还不到6000，各位老板，是不是？好，9000了啊！各位老板，什么情况？人家那边40个人都9000多了，嗯，超过隔壁了。人家40个人，咱那边70个人了，他才多少？才5000多。来，能不能超过他？能不能超过他？一分钟能不能超过他？各位老板，一分钟超过他啊！是，他的车没有奖励。好，6000。6000啊！今天。这是他的底座啊，他的发际线。6000了啊，他差4000啊，差4000啊，就是道长的到10000，然后道长应该还好，应该不是特别厉害，10000开奖，但还是有，他这样的横着涨的，看到没有，各位老板？对，70多位老板了啊，没有，他还是这样，爱心先破10000啊，好，多少了你那边？10000了，真的假的？10000了。嗯，这么快，真的，感谢啊！你看人家10000了，人家才多少人？那才多少人？咱们人多些，两倍的人了。是的，你看这个模特，哎，厚脸偏宽，对吗？就是我们在剪之前啊，我们要先分析一下这个模特，他的好看的地方在哪里？他的不好看的地方在哪里？在。根据对他的针对性，咱就这样对，咱点起来是吧？咱都配合一下。手都麻了，咱都早点睡。老板啊，小白。啊，我们7000了啊。感谢啊，我们7000了。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们的思路就很简单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就跟医生给我们看病一样的，是吗？你是肚子疼啊，还是有点流鼻涕啊？哼。还是有点头晕啊？还是有点头痛啊？那头发不发热啊？对吗？那我们就。根据啊我们的这种症状来，对吧？那我们的脸型是不是也是有症状的？是不是啊？好，7000多了啊，马上到10000了啊。额头偏低，有的额头偏高，对吗？这些症状都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再根据这些症状，再根据9大技术点。那个小二，去设计就好。那个护理做了。来，老板，快点快点啊！马上啊！护理，我啊，护理做的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就是护理。他差2000啊，差2000。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去苏州国西，你知道吗？老杨来了啊！人家一个技师啊，他们讲一天啊。虽然你的名字我不认识。1000特别好，一天忙到我做护理以后改中文。1060个多。还是我尽量学英文。就这个护。我感觉我英文还不行。这护理天改做的怎么样？嗯，效果挺好。效果挺好。嗯。就是老板怎么停了？爱心怎么停了？你看客人，我们要你要不是你要问客人，你问现在客人。看我这边还在点呢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证明人家老板多自觉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了，你洗都能一下。哎呀，磨抖就不行。嗯。拿出来，老板，把钱点上。要不我给你剪的短一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确定啊？这个在哪里？叫你站个 C 位，啊？叫你站个 C 位。你站吧，我在哪坐一下。你那边老板给力一些。好，站个 C 位吧。好，站个 C 位。不给力，老板你就不给他 C 位是吗？对。那边给力，那边站 C 位是吗？对，那边看得最清楚。对，你看你们，所以说努力跟不努力的运气是这样子，努力的运气都要好点，不努力的运气差一点，老板。是的。所以说，你说一人出一点力。这个不就数据就上来了吗？你偷了，你想让我点，我让你点，那数据不就上来了吗？对。你说哎不，你说老，你说哎老板我不点，不点也可以。我们直播多一个人少一个人，他也能直播，但是成长是你自己啊，你要这么去想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哎，今晚上直播不差老杨一个人直播，但是老杨直播，哼，他又不一样，
我们要抱这个良好的心态。对，虽然再晚，每天要么坚持去直播，只要在杭州啊，坚持去直播，大家一样的学习的东西一直要学习。这个行业要么改行，知道吧？不改行，那就好好去干它。贵老板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既然不改行，那就好好干它，把它干嘛做好。那想改行，那要么就不用去好好做它。这行业越来越透明啊，暴利的时代过去了，就越来越透明啊。别捡之前那块发型，别换新。老板，点起来呀，爱心点起来，怎么停了？一般人看不懂，一段不过人看不懂。你要看创新的发型，不是那个短短保持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直播的话都是分享，各位老板都配合一下啊。我们100位老板，是不是一个人点十下都不一万了？你看到现在搞到现在了，搞到现在7000多个爱心。哦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导师班一般都是点创意，福州人居多。福州人，我们今天刚从你们长兴回来。长兴啊，你是长兴的吗？哦，他在长兴待了6年。长兴，我们刚对这样吗？对，这爱心点起来。以后你去长兴，我介绍给理发店的去剪的话，好不好？他们都不要钱给你剪，好不好？何山，点赞必须点赞啊！快点，都等你呢，你不来赞破不了一万了。那个手机、啊，来你拿着，我录视频。谢谢。你要回去睡觉吗？我就看看今晚剪什么新花样。谁呀、啊？那个什么鲁西西，是卤肉的肉，卤。难道我们直播间分享的商业发型不够新花样吗？啊，不够新吗？老板，你今天新欢你也是要连接有连接，要不连接有不连接。对呀、啊。要快能快，要美感有美感，要设计有设计，对吗？老板睡着了。不客气啊，我明天给你翻啊，明天翻。乐迪的那个梳子到了。老杨不叫我老板，我不点。老板，老板晚上好，来，老板动动发财的小手，来右手点个赞，好不好，各位老板？眼都睁不开了。模特不瞌睡吗？妹妹你困不困？有点困、啊、她不困。今天妹妹颜值特别高啊，各位老板，现在先不让你们看，你们一定要等到最后才能看到。那苏老板把你的这边点多少了？现在8500。冲一下，冲到2万，快，这边多少？这边13000。13000，冲一下，冲2万。咱们所有两个指标现在打平，2万，冲。来，一分钟的时间，咱们点到2万，好不好？各位老板，点到2万，好吧？来，8500，8600，8700，2万啊，8800，各位老板，8900，来，抓紧时间，右下角点赞点起来，点到2万开剪，好吧？各位老板，来右下角，他自己好像也有小碎发哦。来，各位老板，看到了吗？我就要给他剪短短的，嗯。好的，这个数字是我们以前自己的啊。感谢老板点亮粉丝团啊。这个数就是那个。对呀、啊。以前送了1000多把哦。以前送了好多。哪有1000多？2000多把都送了。2000多把。有，我们一次是订3000把了嘛？卖什么？才卖几把？几年了？没卖几把。就搞个活动什么那个。好的。全送的。嗯。过年的时候都给老板送。没见过杨老师剪过鹿耳的超短发，那个是商业课程。今晚就给他剪一个。他适合剪一个。好，15000了，差5000，各位老板啊。偏日系一点的，不要给他剪那个超短。我这样，后面剪短短的。嗯，后面剪圆加圆，前面剪方。对。来，抬下去。嗯。他可以出片的。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。来，咱们点到2万开剪，好吧？各位老板，点到2万好像有点难了。有的人在。今天老板都没动。今天现在才1万。现在1万。1万看天花板。嗯。大家直播间老板还活着吗？喘气儿的扣一。各位老板，喘气儿的扣一来。
右下角点赞点起来，感谢关注，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。我现在推荐把那两只推啊，你要推吗？又是哪一款？二扣二啥意思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干理发的？你扣二啥意思？你说一下什么组合？鲁西西哪一款？你说一下什么组合？好了，还差4000，各位老板。哪一个老板？小康康又要上房揭瓦了。老, 老板，我是不是我好久没有来看到你们了？直播要看多少张？拿着120个，老板，冲一下！感谢你们，老板。半夜还播？哎，我的销刀是不是到了？对，这每天做的事情，不管是早上晚上，必须要紧张坚持。奥运走了吗？你不还没睡吗？好，还差3000啊，17000了啊。我的销刀应该到了。销刀。嗯。好，到那个四门一店那边了吧？应该是到了。来。好，我去。老杨后面那个郭德纲啊，那是郭德纲。东东。郭德纲。这东东。厉害手艺人，对，我们每天抽象老板坚持、啊、在这里。我看爱心冲到多少了？现在爱心冲到了那天直播好15000了。你说是哪一款吗？什么刘海？什么堆积？什么组合？这不知道吗？这什么组合吗？拼多多。下午直播、嗯。下午直播，下午都在上班呢，下午都在忙着呢。杨老师分一下，脖子细、脖子粗、长怎么剪？何赞，你不要调戏人家东东啊！来，脖子细，快点来。来，给我老板。打开，脖子细，找不干嘛？开始录了。解方根源，每一片高于划分线。高于划分线啊，各位老板。教他全部剪连接、啊，老板看一下。好的。谁？来，高角度、啊。底部这一片收紧啊，剪组合啊，这块倒长的不如推了，不用推啊，这个需要放长吗？不需要放长。哎呀，乐总晚上好，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乐总啊，你看我天天守店，你也守店，咱俩只能是杭州的这头，杭州的那头。完了，杨老师在天上飞，很久没有见了，几年不见了，哪有几年啊？你现在怎么不，乐总家人怎么不睡觉了？你这么晚了，你这么晚了为什么不睡觉？几年不见，问你打算几年不见啊？你说这种手法剪过之后，第二次剪分区不好分。老板怎么会？怎么不好分？何雨霞，你这不是做美发的？好分啊，一刀搞定，怎么这么麻烦？你们不是喜欢看繁琐的吗，老板？你们要看专业的呀。嗯。最近杨老师太忙了，乐总，谅解一下。你在哪里发位置给我？我现在过来找你。你在直播，你应该说下完播以后。对。乐总回家了就不用发了啊。怪缺就这个圆，你知道吧？三叔哥。他会藏的，他在家里，他在家里出不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在家里就出不来了。来，老板看一下，还是喜欢看一刀搞定。其实它就是一刀，很简单的。这个长短是定在哪里？发际线的1到2公分。嗯。底座很多人放的太长，过放太长不是一件好事。
太长了会脖子短。对。是吗？嗯。没见，我天天在呀，我昨天晚上还在呢，直播间。是。张华不认识。云泽造型，肯定是见过的嘛。郭老板可以吗？收拾不干了啊，退休了啊。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底座。今天剪啥刘海？方。你们有问题啊，可以打出来。你们看完之后啊，明天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应该是假头模上面去测试一下，各位老板。感谢送的爱心啊！感谢，点点赞就行了，不需要送爱心啊。没有进粉丝团的可以进入粉丝团啊。对，爱心我们不要钱。粉丝团里面有那个华简打包视频啊，各位老板，你们可以进到粉丝团里面。对，各位老板什么最近？为什么老剪挂耳短发？你想看什么，老板？老板你想看啥？嗯，爱心点起来。感谢一剪造型送来的粉丝团啊，老板点亮粉丝团。不用测试了，好想马上学现场。苏苏，你7月23号过来，7月23号商业你来，好吧，老板。为什么这么晚开直播？杨老师客人刚做完。感谢老板送来的粉丝灯牌啊，鹿耳发，你们能不能说挂耳短发？鹿耳短发。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杨老师不剪男发啊，不剪男发，只剪女士短发。我感觉老师剪头发教的很难，不是那种很容易学的。其实你当你学过那种很基础的拉发片啊、角度啊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有多简单了。来45度，对吧？90度。老板，这个位置好不好？这老板比较给力啊，这位老板。女士长发杨康老师也不剪的，他只剪女士短发。我可以剪长发，老板。哦，鹿耳短发超短的那种，哦。超短的那种其实在现场有很多啊，杨康老师很多客人都剪。来，剪到第二层啊，剪到第二层。剪到第二层都干嘛？要比下一层干嘛？要放长。要放长，落点是和下面下一层一样的，一样长是吗？嗯嗯，好的，感谢老板送来的小心心。嗯，感谢感谢啊，主要老杨美感好。其实杨康老师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，杨康老师剪头发啊，就是亮感是比较轻盈的，就在他的设计里面啊，一定是亮感轻盈，所以美感才会上来。如果头发厚厚的，密度很强，你每个角度啊拉得很连接，那么头发的密度就很强，它的美感就很难呈现。杨老师呢，他是一层比一层长一职位，各位老板，所以它的有足够的空间感，所以放下来你看啊，它的一个美感是很强的。老杨不是说剪连接的吗？那是底座啊，底座已经过去了，老板。模特能不能来点个性的？感觉挺适合他剪，个性也好看啊。裁剪过程容易看懂，美感跟口感一样，符合大众就行。一刀成型。顾老板可以吗？第二层是以下层的引底线做引导，还是层次做引导？拿第二片发片作为引导线放长，那为什么要会剪堆积？你们是怎么剪的？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剪堆积？龟，第一片回答我，这个可不可以这么剪堆积？低角度，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剪呢？啊，你给老板看一下，你看
我可以这么去讲啊，你看，来，就是低角度剪连接是吗？你看，你们不是喜欢这么剪的话吗？对，都是这么剪的。来，是这样子的口音，那跟引导线一样的，走引导线走。来，老板，你看，这一片头发剪完之后，你看，什么时候一片？来，老板看一下，重不重？重，硬线很强。来，你看。是不是很重，老板？很难学，所以说很难学。来，重不重？回答我。不会啊，老板，他是没吃透啊。郭老板，重不重？很多学过的老板。你看他头发拉着，你看。嗯。来。就硬线很硬。然后呢？干嘛？你们还干嘛这么去点？对。那我们告诉你啊，很简单。晚上抹。杨老师和郭靖的秀是越南刚开过啊，老板，想看的话，可能 要有个赞助商赞助你俩才能看得到啊。我们两个也做过一场秀在国内，嗯，反正是爆场，嗯，我跟他搭了，基本上没有哪场不爆的。是的，就是会有很多人嘛。对。会有很多人。好，发片。这个也是低角度吗？来看一下，这低角度过太重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干嘛？不需要做第二遍工序，发片往上提了，找到下片发片，我引导线高于划分线。高角度啊，高角度。现在是在磨上角啊。对，鲁西西，你别走啊，等到最后啊，他刚开始磨上角的目的其实就是不让它硬线那么明显，各位老板，你们有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打在公屏上。嗯，你两个学你那个杨公子把你那两个学生。他学过我们的课，让他在群里面，说一下，我单独辅导他。怎么了？他说很难，他说不能报杨老师的课，我单独来给他做个辅导，老板。人家很多人学了都说很简单，他两个是特别的吗？你还是小黑粉啊？他是有没有学？他说学了学了，他有没有学过？嗯。是的，很多人来直播间374位老板来，你们学过的啊，你们扣个一，说一下真实的一个感觉，好吧？咱不说别的啊，咱就是，来你们自己说一下，好吧？鲁西西看一下，换车了，你说哪换了？对，这边都是扣着一的啊。高于划分线一子位啊。不用管了，不用把。最好的精力花在上。一般并角都是高于划分线一指位，底座也是高于划分线一指位，两侧的话是高于下层的一指位，高角度比下层长一指位，其实就是很简单。我们的堆积三个堆积，底座三个底座，刘海三个刘海，就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。这是个组合，如果他来学拉发片，那肯定是觉得啊，我们没有教拉发片嘛，那不一样啊。嗯，是的，就是最好你们是有点功底啊，如果没有功底的话会觉得很难，是对的。没那么夸张啊，没那么夸张，各位老板。怎么了？他说一条狗也觉得会会要被你们笑死。确实简单，像我这么笨的人我都学得会，你们肯定比我聪明。就他这个是斜向后堆积，你看贵，你们看我这么堆积，你们看我，对，你们看我这么剪堆积，贵老板，我是剪一个把头收紧的堆积。那么为什么要高于一指位，贵老板能明白？就他每一层
因为我们要高角度的原因就是不想检测太重，那么你又要捡堆积柜，你又要捡堆积，那堆积肯定干嘛？你肯定要是放长了，你不放长怎么堆积呢？刚才底座用的什么分区啊？圆形底座。这个是斜向后啊，斜向后。对。就是一般很多客人耳后点挂耳挂不上，那么杨老师在剪结构的时候，就是把亮感拿掉，挂耳的时候就好挂。对，来继续下一层，这是第三层，各位老板。对。找到下层的头发啊，做每一层放长干嘛？一指尾啊，每一层放长一指尾，各位老板。就是把下一层放掉，然后再去剪它。因为放长一指尾的核心，老板要理解就是，我要让它这一层落的跟第一层是在一个面上面去的。嗯。就要一层比一层长，它才会产生一个什么堆积嘛。嗯。那么轻重呢？你放的越长，它堆的干嘛？就越重，各位老板，能不能明白？来，这里会放这里长。各位老板，能明白吗？能明白吗？那么这么做的话呢，客人在家的还原度也好，就是指导老板就永远要记住客人的满意度、还原度，满意度就是还原度啊。所以很多客人不敢剪短发，是因为剪要么剪丑了，要么剪老气了，要么年代感剪出来了啊。我们干嘛？长短靠什么定啊？嗯，长短是因为你要重还是轻堆积，重堆积？你要轻堆积还是重堆积？重堆积，角度低。对，那你看啊，老板，如果说我拉到这里剪，引导线在这里，我按照引导线剪，它就干嘛变得高层了？那我放长一指位，它就干嘛可能落下来跟下面这一层是一样的？那我放长两指位，它干嘛就变得很重的堆积了？所以各位老板能不能明白？就我放长一指位，是因为你看我这一层的话，你看我剪完之后，它落的跟第一层它是一样的，老板，那我不放长它就变成高层了，能理解打理解？嗯，那你看我，你看这头发剪完了，你看。你看这层的落差，你看落到第一层的位置。嗯。但落下后，它是一个轻落啊，老板。它落下，它是一个轻落，它不是落下都很重的，因为它有层次嘛，所以说它落下来的，啊、它是那种很轻柔的落下来的。对、啊。挂耳点厚重怎样控制？啊、嗯。挂耳点厚重什么意思？就耳后点厚重。耳后点厚重，你看我刚剪的就把耳后点去掉了。嗯、你耳后点你剪斜向前堆积，你剪按照你们传统的圆形堆积，那肯定耳后点肯定挂不上去，它很重啊，贵。我要到这边来了，这边看不到。看什么？我很庆幸能理解老师剪发，来，能理解就更好了。明天，来，你看这引导线。明天再做测试啊。来，这样剪可不可以，老板？能看到引导线的打看到，是不是了吧？能看到引导线打看到，嗯，看到。是不是要如果在这里剪，它不就剪变成高层了吗？你可以放上半指位，半指位它会轻堆积嘛，嗯、一指位它会变成和就是我们的中堆积嘛。那我们要走堆积，你看啊，你说比如说我头发干嘛？哎，太堆积太重了，那干嘛？哎，我就放半指位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这一片比那边要短，嗯、哎、啊，把切口干嘛剪圆？切口剪圆，对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低层，老板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成低层。你看这条钢笔拉出来，它就是一样子。你看，来，老板看，来，老板能不能看到？来，能看到吗？你看，但拉出来它的切口是柔的嘛，老板，你们这样是这么剪的，但它我这么剪的话，它切口是柔的嘛，那它就是个低层的，老板，来，嗯。老杨，你怎么才能让我去找你学习？7月23号就可以啊，老板。嗯，来，你看，这种它是不是有没有比我们结构去掉的核心？就是它很多是不连接。那其实它是一样的圆，老板，它是一个圆，但是不是这么去剪？你这么去剪，它就很重嘛，贵是吗？贵是还不是？是。是的。贵老板是不是有没有跟我吃？这边有没有跟我互动？有的。有没有跟我互动？嗯。嗯。放大招吸引我才能去，老板这招还不够大吗？来看一下啊，
继续。取下一层的头发做引导线。对，这引导线你看。来，继续，高角度。对，这引导线。来。放长一折，一点不科学，拉发辫。嗯，老板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科学？来，我都能理解透，还是得练习。对，是的，老板，你说的非常对啊。这是最后一片呢，依然是高角度啊。有问题可以打出来，何老板。嗯，是的。两后面剪好了，两边怎么变都可以吗？这堆积这边是。它根据头型去演变的，各位老板，贵可以吗？这堆积，你看到吗？各位老板，感谢啊，感谢。可以吗？这个堆积？我感觉这要凭感觉，不是的啊，它是有方法的啊。有标准，老板。对。他估计是刚关注我们。对，老板，是的，哦，我们用的很多手法都是定点连接啊。定点连接就是以一个点去做连接，竖向拉发片它是全部连接。屏幕上啊，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。那华姐是快速去把堆积的量拿掉，嗯，你们要做华姐视频的客服啊，对，联系客服就可以了。对，这边的老板上面有一个白色的，看见没有？嗯，白色的一个图片啊，联系这个都可以找到这个华姐视频了。这个堆积可以吗？贵，感觉稍微有点重，还有点重吗？嗯，那我再来一点，再调一点。好，剪完还原度怎么样？等一下你吹干，你看一下啊。来，感谢老板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我看东东剪发跟老杨剪的方法不一样，完全不是一个体系的。东东，你剪头发了吗？你什么在看？他是跳开的。你啥时候见过我剪头发？东东是校长，开玩笑。我这是不做技术的，扫地的，不懂得。可以用牙剪打薄吗？不能。牙剪打薄。牙剪打的只是把量去掉，不会有竖条状，老板。对，是的，就是牙剪打出来头发，它是密度感的，各位老板，它是没有空间感的。对，像华剪的话，它的空间感是比较多的。你看这种华剪华这种那个。嗯，摄影师也是发型师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也是发型师啊，也做线。斜向后主要是长的。对。剪刀其他都能滑吧？嗯，上次剪刀。直接湿发华剪不会毛吗？不会毛啊。有技巧的，老板。打发根位置吗？别的剪刀打发根到发中，贵，短发不要打发梢，老板。住现场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打完发梢，头发会失去质感。可以用胖胖剪吗？胖胖剪打不到发根。胖胖剪可以划中发、长发都可以啊，老板。胖胖剪贵，胖胖剪是打不到发根的，老板。一划一个窟窿怎么办？剪。剪刀太锋利了，剪刀太锋利了，老板们，剪刀太锋利了，划出来它就会有窟窿啊。老板看见啊，就是你看啊，我们剪是这样子。我等一下，你上一下。我不上，你不能说。小白创业，你什么长者？你是什么剪刀？好，我先把剪刀上一下，你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来，这把剪刀它是一个综合剪，老板，你是插进去大拇指多动少剪，你那个插进去一刮，那不就没有了吗？嗯，来，你把结构剪拿出来，把结构拿出来。结构剪不能划的，是的，你们的那个结构剪是划不了的。我们这个小黑剪啊，是5.5寸的综合剪。你看一下啊，剪刀来拿着，这是结构剪啊，老板看一下。
你再把泡沫剪拿出来。结构剪刀是带刺的。嗯，泡沫剪。嗯。看啊，这三把剪刀，牙剪拿过来。对。来，这四把剪刀的区别，正常人剪的话是三把剪刀到四把剪刀，对吗？对。结构剪、泡沫剪、牙剪少不了。来看一下啊，嗯、来，这是我们的剪刀。嗯。来，到这拿着。看啊，结构剪划不划？你看啊，划不了。很。妹痛不痛？妹痛不痛？你看，它划不了，它会扯头发，它是刮头发的，然后会毛，你看。嗯。老板，你看，它有弹性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一个窟窿，你看出来了。是的。来看老板一个窟窿。它是结构剪，一碰头发就断。对。第一点，第二个。因为它太锋利了。用牙剪。对。牙剪打薄，好亮打了，好亮打了，头发细腻感，它不会有粗线条。对。来，胖胖姐，胖胖姐剪刀一下去已经到发中了。到发梢了，发梢，你怎么你再怎么下，它都干嘛？都是发中跟发梢。对，来，我们的小黑姐，给我，手粗可以放进去的，你看啊，你那比我的手还粗。都弄的手很粗的，对呀、啊，看见可以的啊，过来我看一下，过来我看啊，去掉就可以了啊。姐，那个小黑姐，你看到发根能不能动？老板来看，发根能不能出来？老板看，多动少剪，你看什么？出来了，对，是发根到发中的发，一边打，来插进去，打进去，多动少剪，来，老板，来个慢动作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需要这个滑剪视频的啊，进入粉丝群啊，对，这把剪刀，这把我这一把是68000了，我为什么去买去做这把剪刀68000呢？各位，因为这把剪刀它这是全能的，从修饰到结构。而且剪刀特别柔，你看啊，它插进去，你看剪刀插进去，多动少剪，来，你看，没有我这样滑痛不痛？中间是双。你问一下妹妹，我这么滑，妹她不痛是不是这样子？嗯、她很顺是吧，妹妹？她很顺就出来了。感谢老板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所以你们要滑剪视频上，当然这把剪刀干嘛？我们卖了40000把，一年之内保修。你剪结构点剪都可以啊，一年之内可以换新的。嗯，所以你们要可以去拍一下啊，238，只要喜欢剪短发的人手一把，手不了。嗯、我这把68000，嗯，我这把68000用了10年了快。所有所有的你们所有238都是我这把延伸下去的。对，它的根在这里。根在这里。各位老板，你看到啊？你们拍了这个剪刀的切底线怎切直线怎么样？来，这把剪刀缺点有没有？有，干的时候不能剪切底线。你比如说这把干了，你切底线它会有点跑。嗯。就是它湿的时候会好一点。湿发没有用，但是湿发可以剪切点。干的时候你剪薄没有关系，你剪它唯一的缺陷就干嘛？有点推力，就是可以用啊。切的它会有点跑头发啊，这是它缺陷。波波发型也用这样剪头发。左右手通用啊。对，波波发型。左右手通用。男女老少通用啊，高铁可以，而且高铁5.5寸的高铁全部给你弄好。嗯，你们不要用大刀剪短发，怎么剪吗，大哥？来，比如说你看啊，小黑剪摔了可以修吗？哦、可以修。老板，你看啊，你们大刀剪短发，你看小剪刀轻微的点缀，你要想把短发剪到精致，肯定是小黑剪的，老板。嗯，人手必备5.5寸的，你不是黑的，你都是5.5寸才能剪得好的。你大刀不好控制啊，大哥！你说拿这么长的梳子，这么长梳子来梳的话，怎么能行呢？为什么长发梳来梳的给我？为什么长发梳跟短发梳的区别？老板，那个也不长。看，来，拿过来，你看，这是剪长发跟短发的梳子啊，这是中发的梳子，短发的呢？嗯。来，这有短发的梳子，要剪超短发梳子还比这干嘛？比那个小。歪死的就要小，拿。真的有抽屉。这个抽屉。拿，老板，你看看，拿。你们用什么？你们用长发的。你那个私信抖音私信啊，私信抖音，
你那个自己付运费就好了，没有别的费用啊。你用那个什么大剪刀去剪短发。剪刀是五 ，VG 幺零的。VG 幺零的材质啊。以前是40C 的。现在变成 VG 幺零，我提升了。VG 幺零的材质要耐磨性更好一点。卖了40000吧，老板。嗯。小何姐，我是剪刀没有谁卖得过我的。是的，来继续啊。嗯。它主要剪结构也可以用，长中短的头发都可以用。对。来继续我们的鬓角啊，各位老板。好的，买了。感谢老板啊。一年内有问题可以换新的啊，不用修，直接换。给20000。嗯，早就20000了，这老板给力。我老板能点3万吗？是真的好用，丢了舍不得。老板得慢慢，可以修啊，可以修。老板，你一边看啊，一边点。鬓角可以去除，个性化。21000了，各位老板。来，感谢。给我，他的鬓角要短啊，他鬓角要短。太原名剪来了。鬓角很短，很短吗？对，就挂不起来的感觉，不能让它挂起来鬓角。我这鬓角剪了挂不上去啊。来，没有这个了，这太长了，还在短。对，是的，模特的气质特别好啊。因为剪这个他剪得很高级。对。他的鬓角应该剪齐。剪齐拍不好拍。就像这个形状拍吗？对，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种女孩子了。妹，等我给你拍个很漂亮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很高级的照片。技师有问题，看上面有一个白色的，看见没有？白色的啊，数字啊，看一下。你们想要，你们直播间有没有技师啊？有技师可以来我们这里。对。还可以免，还可以干嘛？像他们一样的跟我在这里学习。照镜可以拿工资，还可以干嘛学习？对，我们家什么都不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技师，干活干不过来。对，啊，反正5000-6000一个月工资嘛，起步在4000的工资。是的，这不好吗？7000-8000你来，真的剪？还要你？会剪头发的就算了啊，老板。过年。我们在杭州啊，在杭州。从下往上。老师，鬓角分线的长度大概定几厘米？高于划分线，它长度是等于后面，等于或小于后面。很多都。5年的技师可以的，老板。5年可以。可以的。你越长越好，我们这。对。给我们家做的话，它没有便宜的。你的吗？啊。你的吗？我的，发财了，中奖了，中奖了。嗯，美团好评。美团的那个提醒，老师不要喊老板，同行业。老板晚上好。我们已经喊习惯了，因为不喊老板你们都不点赞的，啥意思啊？那你们想喊什么？是拿后面做引导线吗？不需要后面，它是独立的啊。单独的，你就根据它整个脸型的比例，你想定在哪个位置好看，你觉得，那你就给它定。来，老学员回答我，咱们给他剪什么刘海？老学员在不在？这个该剪什么刘海？准备抬杠。剪三角。想看剪三角的扣一，想看想让我剪三角刘海的扣一，老板。不想剪三角，剪方的扣二。弯的刘海不能剪，就要剪方嘛。嗯。
可以。有没有扣一的？减三点。可以的。方。万能。姚坤啊。万能一一二三九二一。二。姚坤是老学员了。方方现在看头像知道哪个是老学员了。嗯。你看到名字都知道。名字知道。一。万能一，万能一，万能。来，想看万能的扣一啊。万能吗？万能。要不叫他解法，明天晚上解万能好不好？明天晚上给你们解万能连环好不好？就是变现超级厉害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来过来吧，来，刘海怎么去解呢？根据脸型去解。现在的脸型是属于脸小五官精致的女孩子，脸小五官精致，咱们可以解方，要把它打开，各位老板，好不好？那叫他刘海呢，我们会盖眉，因为他的中庭跟下庭比例，我们不能上面干嘛，不能放得太长，把它盖眉好吗？嗯，就是要盖眉拍好拍一点，水平。来位，后面前面跟后面是没有关系的啊，老板长一点，明天剪三角啊，明天给你们剪三角啊，老板。对，鲁西西你还知道必须剪方啊，哈，可以啊。万能，不是下刀的时候比讲话。来，老板，剪直线啊！好了，你们讲吧。来，这个时候干嘛要这样子剪？人站在正前方，我再去检查一遍，看看。他抬高你，剪直线。这模特太漂亮了吧？是的。模特颜值很高啊。对。检查直线。过来吧，我剪的话快不快？快。来，因为这头发这么多厚，怎么去处理呢？第一个问题。先给你们看形状好不好？好的。先把量去掉一部分吧。老师干啥都快。老杨六大派什么时候围攻光明顶？这谁呀，老是搞这个话题。杨氏裁剪，大哥，前面是方，头顶应该干嘛？也可以方，也可以圆。也是方才会保，也是。你只是去角，就你只能剪方。嗯。前面方，后面方，头发才会干嘛？保持该有的长度。嗯。还有剪圆。圆你就圆啊！来，老板，看看。这个时候，跟后部做连接。后部做连接，头顶，杨康老师，现在能不能去你店里参观一下？你在哪里啊，老板？这个时候几点了？你过来。等你来到了，我们都收摊了，老板。在去角留角。你在杭州吗？你在哪里啊，老板？我们离你300米。过来。你来呀、啊。隔壁的，在隔壁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条街啊。隔壁的同行天天说我们要倒闭了，我也是服了。我告诉你，下个月如果你现在在直播间听好了，我下个月我要卷你们了，我要开始卷你们了。对，天天放，已经三次了，传三次绯闻了，人家说了再一再二不再三，我的客人跟我说的。同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。对呀、啊，你做好你自己的就好了，我又没抢你的客人，我是靠自己吸引来的，对吧？
滨江过去来得及吧？滨江来得及的，我估计我们已经收摊了，你从滨江过来20分钟以内到达战场的还可以来啊，老板，30分钟以外就不行了。你也来不及喽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老板，我在这条街格局是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家染头染不好的，来我这边我都给他调染膏调好，还帮他染头发，我还不跟他要钱，对吧？咱格局就摆在这里。感谢啊。人家也说我们快乐点，正常正常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眉上刘海可能好点，这个压的脸太小。就这个刘海就显显脸小，就为这个。嗯。来过老板可以吗？哇，那边好清晰。好看。他能出片的，我跟你说。他能出片。过来吧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打开，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哇，这结构。嗯。特别好看。对，是的，我们做中高端，跟他们不影响。清纯对视，可以可以。刚刚那个做没有美感的，还在这里呢。你又看你又要骂，什么意思吗？感觉改变了又没改变，之前就是可爱的，现在更可爱了。他就比较适合这个，能不可以吗？你看，都是你那个啥呀，都是你在这儿。两边鬓角不一样吧？好的。不一样吗？我还没有看到那边。今年没空去学，明年安排。好的啊，今年不来，明年翻一倍学费。对。他们想你们倒闭，他们。今年是商业课程是杨老师教的。今日我跟你说，你说的对啊。团队的教的啊。我们来了之后，旁边关了几家店了，一家、两家、三家、四家，我们来了之后。当年都干掉了3家，第二年又干掉了2家。以前对面有一家哈、哦。对，也倒了。对。我们这条街以前不是4家吗？不止。我说我们这条，这我说我们这边。嗯。哦，好几家了。那边是1家、2家、3家、4家、5家，走了5家店。嗯。走了5家了。好了。也不容易了，这行业没有点实力也混不下去了。对，但是我们是这条街最大的沙龙，嗯，应该是方圆5-6公里，我们家是最大的。方圆5-6公里，我们家是最大的。对对，低调点，你们太狠了，是你们那叫我们不影响我们说凡这个说凡女子短发，我们又没有卷老板，我们没有卷别人，我们一来这又不搞什么特价活动，对。我们收费很高的呀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介绍啊。这边推什么话了？推什么话了？来，介绍。你们那条街上有什么品牌做的还行？240个包。商业课程啊。什么意思？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剪刀啊。我们家是138起步，138到688，价格不等啊。你拿这个吧。嗯。是组合，方圆的组合一零八，课程费用呢是48.00。对，是的。7月1号。来，你拿着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剪刀，好吧？介绍完剪刀，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好吧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一个小黑剪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杨康老师手上的一个小黑剪，5.5寸，上面有咱们的 A31 logo 啊。切记啊，看着这个 A31 的一个 logo 啊，如果你的剪刀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啊，可以换新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 VG10 5.5寸的一个材质，高铁也是可以带的啊，各位老板，啊，高铁也是可以带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两边这个是可以卸掉的，可以卸掉的啊，这个东西，两个都可以卸掉，各位老板。我平时啊，我是喜欢卸掉一个剪头发，啊，我很喜欢卸掉一个剪头发，左两边都可以用啊，翻过来也可以用，这样也可以用。我们拿起剪刀，我们那一刻是不分前后，不分正面和反面的，它是有两个尾的，
我有的时候像你们如果刚买回去刚学滑剪的时候啊，我建议你们两个都卸掉。它是一个 A 字剪。A 字剪啊，各位老板。我是自己是什么，我是这个剪刀我自己用了两年了，我都没有去调过，一直在用一直在用。这个剪刀呢它中间啊是双刃的，两边是单刃的，就是我们在滑剪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推力的，滑出来的头发啊，我给大家找一次头发看一下。来，很多老板说了啊，就是这个剪刀剪的锋不锋利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不是那种结构剪，你看它中间是很锋利的，它中间是很锋利的，看到没？它的头啊，头就没有那么锋利，看到吗？头没有那么锋利啊，但它的中间是锋利的，中间也是锋利的啊，就是在滑的时候，来给大家滑一下。这一个可能大拇指多动少剪，滑的时候它的塑状感是很强的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没有硬线切口啊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没有那种硬线切口的，是比较柔的。我找一个平剪滑，很多老板自己滑滑不好，找平剪滑，然后给大家找个平剪，就正常的平剪去滑，来正常的平剪去滑。滑不动，你看滑不动，而且滑完之后它硬线很硬，它会一搓一搓的。你们可以自己去下单啊，自己下单就可以了。课程的话找不到，你那个加粉丝群，293位老板，你们加粉丝群，给你们做那个维护，好吧？还有朋友吗？对，是的，我们的课程的话，我们商业课程7月23号最近的原价是明天最后一天对折。今天是4800。对，明天最后一天啊，最后一天，后天通知的话都会。原价啊！原价，后天4800，7月1号，然后就是原价了。我们的商业课程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咱们的一个商业课程是杨康老师的一个课程热卖，它里面主要讲什么？挂耳短发、光线染、局部染，还有烫和轻烫啊。价格是4800四天，那你看一下啊，这些全部都是当下比较热卖的一些短发啊，像我们做现场卖的最好的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我看啊，这一款发型啊，是我卖的最好的，对老板，光线啊卖的特别好，最高的客单价能卖到7000-8000吧，单项目，给我老板，有问题的都可以，光线，然后还有烫的话，像这一款啊。这一款我们在现场卖的也比较好，烫发啊卖的也比较好，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们也还有很多种，还有很多款烫发，你们都没有，因为你们没有学过我们的课程啊，没有学过课程你们不知道。我们其实做现场的话，就经常会轻轻的烫一下，然后再去做一些光线染。这能出项目的一些设计啊，够了吧？然后你看，这个也是烫过的，就客人他会很喜欢，客人会很喜欢。那你看一下，还有一些要么剪染，要么剪烫，够老板。因为剪你只要剪短，必出项目，够老板。必出项目。椰岛技师要不要？要的，有技师啊都可以给我们，各位老板。你们如果有技师，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导师课程，给大家看一下导师课程，我们讲的全部都是设计啊，全部都是设计。那你看，这些全是我们导师课程的一些图片，导师课程的，这是一些创意，一些创意发型，超短发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啊，这个一刀切很火的，很多人发我们的图片，很多人发我们的图片，可以看一下高层，
啊，好，来来继续看羊驼，看华姐，刚刚拍了剪刀的啊，好了吧，拍了剪刀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调亮的一个手法。来，看到头发这么厚，老板看好，张开闭合，干啥？干啥？撒娇了。没有住宿啊，没有住宿。功底不好，从哪里开始学？你做美发做多少年了？留心，慢点，好的。剪刀，我跟你讲了，华姐这个华姐，就很多人理解不了，能懂就懂。其实很多大师，我都教过很多大师，就他们都知道的，他们这知道的很好用。就是剪完之后头发的线条感纹理转，你看我这么打都没有不毛，你知道吗？打薄的最高境界是打完之后头发不毛不燥，而且轮廓感还在，是最高境界的。不是谁打得薄，打薄谁都打得好，都会打。打薄的意义是干嘛？对，是破坏结构的情况下，是剪刀滑啊，大拇指多动少剪啊。庆姐勇哥呢？你是说阿勇老师吗？阿勇老师回去了，他的还没下巴比兔子跑得还快，一天天的。他到点就下班了。嗯，知道，对。他不是没下班就跑。楚老师呢？我发现他们都很了解我们的人员了。嗯，我们有几个人都被你们知道了。嗯。楚老师过几天就上课了，哇，好好看。后面会不会太短了？不短了，不短。这个手法你们有没有没拿到的？要滑你的直接找师，你放着那个东西。没有拿到这个的，直接找这个客服啊。滑一下吧。楚老师回家养腰去了，我的妈呀！这边也有人在说呢，你不要造谣啊！哎呦，万一 L 你是谁呀、啊？你这么了解我们的团队？楚老师上个节上那个吗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看你认识阿勇，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杨老师，你是在哪里哦，老板？他知道楚老师。学员。西安的吗？这边也是在问。你是哪里的老板？你也是西安的。你告诉我。我们。你是哪一期的？西安的。你们需要拍什么的，自己去找啊，自己去找，自己去拍啊，老板们。洗发怎么？洗发水现在洗发水也在啊。因为到今天怎么说呢？嗯。今天小小卖多少？多少？直接是产不过来。啊，生产不过来。都不卖，就都没有。不、哦，瞬间就。都不敢提。浙商国际，你在浙商国际啊？哦。耳朵小的挂不住怎么办？那就把它。没有，只要有耳朵都能挂。如果实在挂不住，你就露出来嘛，老板。我的整个头再划一遍，好不好？这边鬓角不行，哪一个？现在我的整个。二号那个弹力乳，我白天直播间拍了，昨天烫了两个头，确实不错。感谢老板，记得给咱们一个好评啊！还有，我跟你讲啊，各位，大同洗发水上了没有？上了。大同洗发水，我跟你讲，真是绝了，一天能卖一天，我什么一句话不讲。光负担是2000桶，现在你们看看我复购啊，复购2000桶，老杨推的品没有一个假的，我要让整个中国所有人都用上大同洗发水，这是第一点，所有理发店都必这个第一点。第二个还有一个护卷素，护卷素也是挨家挨户都得用的。一护卷素什么说，一你不会烫头发的，就是你不安，就是大家烫不卷的，沙发也好，自然卷也好，什么瘦卷发也好，都没有关系。护卷素怎么用，你们拍完之后有教程给你们，按照教程用。
好吧，护点素姐我跟你讲，这个皮真的是绝了。就是护卷素呢，做完之后头发的弹性啊是非常好的，就像有一些时候我们的一号机啊烫卷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办法烫的很有弹性。那么这一个呢，你就软化到五层，软化到健康发质，软化到六层，受损发质软化到五层，就正常冲水，冲完水以后，你上杠之前涂上这个，涂上这喷点水对水，对水啊，1:1对水，你就正常的去用就好了，护卷素加水啊，喷上去完之后呢，干嘛？你放上去啊。嗯，它的柔软度啊，真的是绝了。对，是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以后都爱上了怎么办？对，就像大鹏洗发水一样的。除了几个差评，那几个差评是别人故意黑我的，老板。没关系的。除了几个差评的话，这种我的复购率真的绝了，我跟你讲。直播间老板有没有拍大鹏洗发水的？有的扣个一。嗯。活力怎么样？有没有配的？要吹干吗？不用吹干。而且护卷素烫一比一配啊，一比一配，然后如果你是两段发啊，各位老板，如果你是两段发质，因为现在很多现场的客人都是两段发质，你把发根健康的地方啊软化到六层，然后发尾的地方啊，你用你的一号剂加护理软化到五层，把干的地方用你自己加的哦，然后软化五六层。受损软化到五层，健康软化到六层，直接冲水，冲完水以后啊，加上我们的这个1:1调的这个弹力乳啊，抹在你的头发上，对，抹在你的头发上，然后去加热，第一遍的话是100度加5分钟，停5分钟，然后再1:1再加5分钟，再停5分钟，到第三遍一直加干为止，110度。一直加干为止啊，各位老板。而且烫的话，对，你细软发、吹发，你不用担心不会卷了。对，就是你细软发的话，你烫出来头发弹性啊，依然也是在的。大同洗发水没有啊，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上啊。大同洗发水怎么没有？不是大同护发素。护发素还没出来呢。嗯，还没有出来啊，没有出来。早一点，走了，今天没时间，他睡着，不用讲了。挺喜欢杨康老师的，有时候也剪过杨康老师的顾客。你在浙商国际哪个店？蛋白乳和洗发水都很 OK。感谢，两边鬓角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我再看一下，那边薄一点，这边厚一点点。对，那个主播。是我们直播间的主播，今年看到最好看的短发，他说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短发。等一下，我把他拍一下好不好？你想要照片的到粉丝群，好吧？来点亮粉丝灯牌，加入粉丝群，发进去好不好？你们想要的话，给你们发进去好吧？进入粉丝群啊。颜色很欧美，它颜色的话给它做了一个光线染加刘海内层染啊。进粉丝群。你不带小奥吗？你们还可以去拍一下那个黑油啊，不发红啊，各位老板，这个黑油不发红。现在吃的舒服了吗？回去。吃的舒服了吗？现在。明天啊，明天早上把所有人的床拍一下给我看一下。OK。所有人的床啊，出门的时候。子怡老师来对我。让子怡老师拍吗？啊，对。你们要用那个图片的，也可以加一下上面的稿。用这个图片的。下次剪一个杨老师发型。啊、你想学这个发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，肯定好看。快睡吧，明天上班啊。好。博生在哪里啊？博生。这个估计听。
哦，有那家店吗？我都没有去转过。抹的是小黄油啊，小黄油，跟大家，你要要的话我给你上，不要就不上了啊。给你们上了啊，去上班不用钱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想来我们这上班是吗？技师我给你发工资了啊。技师有工资的啊。不要夹耳朵看一下怎么样各位老板，怎么样各位老板，好看吗？我们的发型只要模特颜值高一点，剪出来是绝了，你知道吗？底座不短啊。小慧慧在不在？小慧慧在不在？小慧慧，鲁西西在不在？底座短吗，老板？发型师有啥要求？我们店的发型师全部都是弟子，全部都是交了39800的弟子。绝了，大头这个颜色，这视频你要好好剪出来，大头。好看吗？这个拍的。嗯，好看。大头给他走。来，现在这边还有8000多个人，老板。你这个手机还有6个店，老板。嗯。老师瞅瞅，我这边还给你来、已经上了，在5号链接啊，老板，在1234。不过那个是苹果。6号链接，你自己去拍。会学习这东西啊，你没办法，你喜欢你赶快学习，你不要等到满大街都是再学，没有啥意义，哥你听到吗？这发型到位了，吃饭都多吃一点。就是。而且今年学习我的课程2400万还可以学。我们这招技师啊，招技师，如果想要的话，2400万还可以学。你们可以加入粉丝群啊，加入粉丝群。那你坐直一点点。嗯。对。对。哇。各位，你们可以录个视频啊，你们录个视频可以录个视频啊。把你们今年反正这个的话，它一个组合圆跟圆方啊，这个组合很简单，不是很难。教室，我们教室在后面啊，我们教室在那个物美那里。小乔，怎么发生？我觉得它分偏一点点也很好看。对。眼睛往这边看。你们进入粉丝群啊，想看这个高清的，可以进粉丝群啊，老板们。老大。好，可以吗，老板们？手机充电。好，我下播了这边啊。不，你别跑了啊！你只看那个方向盘。最高人是有啥要求？会烫发，会染发，会漂发，8度受损，烫卷，漂白。杨琪也给你拍吧。来，我现在去拍照，我来拿。嗯，好。郭老板，老杨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弹力乳啊，是不是拿去？这个弹力乳是我的品牌啊，发分品牌。
你看我的手间隙做头发，我的手都染了一个颜色上去。发粉品牌，这弹力乳是什么东西呢？贵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弹力乳吗？技师有啥要求？技师，你看的是什么级别呗？你来看什么级别，根据级别来拿底薪吗？技师是2000、3000、4000、5000底薪。你看你会什么，根据你的级别来拿啊、嗯。你私信我就可以了。来，贵，弹力乳，很多人不知道。杨哥，你这西湖店的，我现在西湖店往后移到恒隆大厦了。我们明年要移到恒隆里面去。那个弹力乳，大家知道这现在这个弹力乳，很多不知道。我给你们讲一下啊，老师基本功不好，从基本功不好，你从那个基础学起吧，从基础学起啊，老师。就这个弹力乳，就是针对头发烫不卷的、受损的、健康的，就你们软化完之后呢，用水兑水一比一兑上去，就我讲的肯定听不懂。你拍完之后你用那什么，可以用什么？可以回家后我们把资料发给你，看到资料去做好吧。剪刀卖了10把，洗发水卖了10单，黑油卖了3单，博兰这那个金修复液小手可以，博兰，哦，这么多，可以，我们店里面到处都是，我们店到处都可以出片啊，贵。你看，我们家。